Hello， 各位朋友们早安。我现在在这个常熟市，常熟市在哪里呢？之前我们就来过了，这边是不算苏州，我都被纠正，不是苏州，是江苏省常熟市。这样是对的，江苏省苏州市的常熟市，因为现在常熟市是由苏州代表。哦，有没有听到？不要再跟我讲说我讲错了，好不好？这边是属于苏州常熟市，苏州市里的常熟市，这个市里面还有一个市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应该是被代管，它的直的直辖要转成苏州。怎么会这样被代管呢？好像是五区两市吧，除了常熟市，还另外两个市是也是代管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是的、啊。不就变成台北市里面还有一个林口市？对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可是我们是新北市啊。我们是新北市。林口区，我们不是市，林口区。今天这一集呢很特别，我们呢要去拍车子，然后呢我们借到了一台敞篷车，所以你们看到我穿大衣练习，神经病。台湾听说现在30度，对，然后呢这里只有17度，白天，昨天晚上呢差不多只有10度，然后呢我们要开着敞篷车，我们要去吃早餐。熏油面，熏你在哪里？熏是哪一个熏？熏死你的熏，好像是那个熏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哇，出太阳哦，车子来了，哦，超帅，超帅。哇塞！我们现在在马自达 M X5 的车上，今天我们要来试乘。车站怎么发动？啊？踩离合哦。有了踩离合就可以。这个是他们自己改上去的涡轮增压表。哎，不是，这是油压表。是改装的吗？它在这里。手牌车了呢，你行吗？你行不行啊？行的啦。下来收吧。下车吧。他这个棚子收起来从哪边？我现在要有开关，拿，轻轻一拉就恢复原来的样子。哎，他自己降下去。对啊。窗户应该会自己关起来吧？啊，不能自己关起来。再来一次。我知道啊，我都嘛知道。我知道我桃花，而且多才多艺。所以不用看面相，我都知道我是什么命的。
走，吃面去。你不能说，我只给人家做。一滴滴要叫我们看面相。缠着我们不放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常熟的，这边算是一个古城吧，这里应该算是不是古城我不知道，但我们要古市，就是这里算是一个古市啊。然后我们要来这边吃熏油面，这个面呢听说非常的特别，是这个用菌菇下去做的样子。然后我们来品尝一下好不好？听说它只有营业早上而已，很快就卖完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比较早出门，九点就出来了，跟朋友借了一台 M5 马自达的敞篷车，然后开来这边吃面。啊，哇，这个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建筑感觉好像可以演那个轻功，有没有？在那个屋顶上面，卧虎藏龙，福兴老面馆是那家吗？对啊，福兴老面馆。哎，他们在打扫，是不是没面的？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这家面馆呢，位于常熟市风景区里面的一个老市集。之前 Brian 就一直说有机会可以来吃吃看，他的营业时间非常短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，很快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品尝一下熏油面。而且这里的熏油面，它的口味非常的多种。一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已经好多的游客，也可以说是老饕。我是看无这面什么特别的，稍微便宜点嘛，是不是？刚才因为啊，你刚好讲，无啥印象。一家的就是我在那边点的菜，但是就是觉得来了就是，觉得来了就是应该是，来都来了，小吃要40块钱人民币。啊，这个可以买拉面了。这里不只有人在这边吃面了，还有人在这边玩扑克牌，真是悠哉啊。好多人在这里吃面啊，所以可能他们的这边当地的人能习惯这个早餐在这边吃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然后又有太阳，然后刚好我又喜欢晒太阳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位置，刚好太阳可以照得到的地方，把帽子拿下来。哇，补充一下维他命 D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谢谢，哇，好大一碗啊！多大碗？传说中的这个熏油面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细面我喜欢，我最爱这种细面。啊！我觉得这个汤匙真的太小了，这汤匙太小了。吃吃看，先喝口汤。这味道有点特别，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味道。讲不出来，味道很特别，对不对？然后是好喝的。我吃点面。这是手拉面，是吗？不是不是。嗯，这面好嫩哦。我最喜欢这种细面了。这个上次我们去吃那个羊肉面，有没有？就是这种细面，我最喜欢这种细面。哪里差一个蛋？是不是明白？是不是差一个蛋？等一下，他要给我们送机了。来来来，加了送机了。加送机了，要送给我们也可以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好吃好吃，最主要是面条好吃啊。你看我这样放到嘴巴，舌头一弄它断了。因为这种细面哦，泡久了也不会烂，我喜欢吃这种面。所以讲的这个菌菇就是这个啊，这个菌菇就是这个。
就这个东西啊，这菇类。对，这个爬到。吃啊。去之前，菇吃起来那么差不多。脆脆的。果然是野生的，长得都歪七扭八。你说他这个菌菇都是野生的？啊，他好像只能野生、啊。对，我刚刚觉得怎么少一味酸菜啊？我们就拿酸菜，就只有一人份。哦，酸菜只剩那么一点点。我吃面喜欢加酸菜，尤其这种咸。这是酸菜，我先吃吃看。味道对，没错。想象一种里面有牛肉吧。牛肉汤面，吃吃看。好吃啊，好吃，这面真的好吃，好吃。会不会我们粉丝有人是常熟人或住常熟都没来过？好了，我吃完了，这个基本上是好吃的，推荐大家，如果说你们有来常熟，有来这鱼山这边吃这个熏油面，好不好？哇，这边还有人在卖这个水果，一篮一篮的，这是水果，这是我们家里的本地水果。哦，龙，这是龙眼吧？啊对，要不要搞一块吃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你搞一草莓，草莓，这样一篮多少钱？给你优惠25块钱。哦，哎呀，草莓25块其实很便宜耶。啊，在这里好悠哉哦，不太想离开，不过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行程要走，这边风景很漂亮，拍给大家看一下。后面那个是鱼山了、啊，听说在这个地方方圆百里面就只有这座山。Watch out!